Hello， 我是盖伊。哇，今天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地呢，就是要来做一些，反正应该不会是我们不太擅长的东西。嗯，看到这教室，这个应该是你妹子的礼品吧？香香的，滑滑的，香香的滑。今天很特别的，我收到来自林雨熙发起的一个单手挑战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一边做空中瑜伽，一边拍性感照。哦，单手拍性感照。Yes， 哇，要边做空中瑜伽边腾出单手拍照，我的感觉需要非常强大的肌力。哦，真的？我那么强，我那么强，该强，超痛的。该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哎，这个挑战是林雨熙发起的，不过这么说起来，他本人有来到现场哦。好，林雨熙。那这样你们三个肌肉男要怎么性感呢？完蛋了，观众开始流失了。对，虽然林雨熙今天没有来，但是这个空中瑜伽老师的部分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空中瑜伽出题考官 King 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ng。哇，欢迎听老师。那想问一下老师啊，就是空中瑜伽它的困难点在哪里？然后像我们就是肌肉男，健身这么久，是不是对我们来说小菜一碟？光靠这个肌肉的蛮力，或就可以蛮暴力过重。其实肌肉男的话，它上去当然是比较轻松，但是因为哎，因为它的肌肉比较没办法。它的活动度、柔软度还有协调性又比较不足的话，虽然上去很容易，可是你的线条不会这么优美，站在上面的时间也会比较不长。哦，不持久的男人，不持久的线条，肌肉有肌肉的线条，你这种蛋白粉吃出来的肌肉，你又美啊，丑不拉几，怎么可能？那等一下，我们要怎么样进行挑战，才会让我们激情又性感？哦耶！等一下呢，我会出从简单到困难，总共六个动作，然后让你们一起来挑战。哦，听起来就很困难，听出来，听他讲起来。老师，那我们等一下要怎么计分呢？然后有盖伊站在挂布上面，然后用单手帮大家拍照，只要三个人顺利入镜的话，那就是三分。哦。那只要少一个人就扣一分，都没有人成功就是零分哦。哦。老师，满分是十八分。那等一下，如果他们分数太低的话，是不是要来处罚一下？不到九分的话就是不及格。那不及格的话就……哦，怎么处罚？我知道了，你们等一下，如果每少一分，就一人拔一根腿吗？一人拔你一根腿？哦，我们三个人一人拔你一根腿。不是，那我们就不要及格。不是啊，是罚你们自己的。你这样良心过意的去吗？你说？太无情了！不要怕，你们是三剑客，那我们就挑战开始。好，现在第一题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上挂布的动作，那我们叫它仙女，我们就要一开始先把脚。把你的上半身的力量抓上去，抓上去之后呢，我们的膝盖尽量打直，让身体有一点往下降的感觉。好，手收紧之后，我们就把下脚抬起来，双手就是另外一只手延伸，这样比较好。哦，仙女，仙女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这样，我们就先用这个，我们三个轮流做一次，然后给老师看一下，看谁 OK 了之后，这边扶正自己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直接三个一起，然后来拍照。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初法，这样。上班很颠倒。这样。所以说。最高，你先抓到最高。他想扣满地，就多死，你不想要过去。手好痛，手很痛。准备 OK， 对下脚就可以。哦。让线条拉长一点，会比较漂亮。有优美哦。是不是很厉害？说。好强哦。不错。有仙女，有仙女的感觉。哇。啊，可
可以。好，拍照。可以的。各位，来准备好了吗？各位，好，来喽。好，来。等一下。哎，我是很帅啊。啊，真的很帅。姿势也不错哦，只是脚不够开。不开。
们三个要叠在一起。这个打重点是打开，你的翻译手。开一点，开一点，开一点。
这样还蛮好看的。好，左手要抓。哇，你们这样还蛮好看的。我们的头朝向你的位置，左手抓。撞到我腿。You see? 各位。
帅，更厉害的哦。不过有表现，他的内心有少女的浪漫情怀。Yes， 通常就是很需要，就是你要有，你要去想说自己怎么样才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。刚才有说啊，有说要有激情，有激情啊，我都有表现出。波波有少女的小心机哦。老师，那盖伊今天拍的照片有没有达成挑战的需求？激情又性感。有，拍的真的是很厉害。可以在这么就是手脚要并用的状况下，还可以把手机拿出来，然后拍照，而且不简单。三个人动作都表现得很棒，表情控制得很好。哇，要在全身用力的情况下单手拍照，可以拍得这么美，盖伊你有什么技巧吗？啊，这个照片要拍得好。像我今天用的这台 ASUS ZenFone 9，六轴防守震云台，哇，拍照拍起来真的是非常厉害。5.9寸机身，轻巧好握，随时随地都能单手掌握状况。侧边多合一触控键，不只是指纹解锁按钮，还可以透过上下滑动触控，长按按两下，实现各种功能，像是查看 APP 通知，开启语音辨识。重新整理网页，音乐播放控制，开启特定 APP， 很多操作都可以一手轻松完成。哦，盖伊，那刚刚相机的操作也是，像我觉得设定连按两下就可以直接开启相机功能，非常方便，单手掏出来就可以马上开拍。它除了有内建六轴防守阵云台，拍照录影起来非常稳妥，屏幕还可以开到120赫兹更新率。视觉上感受就是丝滑。我们空中瑜伽老师呢都说下课我们拍片也拍到力竭了，手机它竟然还能继续录，而且电量还有94%，哇，真的是续航力非常强。这么轻巧的机身却有这么强大的功能，单手刚好，健身更好。ASUS ZenFone 9值得你体验看看。这次影片呢是和 ASUS 一起合作的最强单手接力挑战。那接下来呢，在 Outdoor 内容的肉笔头频道。8月19号也会有下一棒的接力挑战，大家可以过去欣赏一下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想认识空中瑜伽，或者想认识我们 King 老师多一点的呢，欢迎追踪他的个人 Instagram。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我是盖伊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呼叫第三棒最凹豆的肉笔头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不要漏接喽 ，Go！